Go, Uber.哎，调试一下心情，玩完就要唱歌。喂，你们觉得擂台梦想好像还蛮好玩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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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玩！我这种游戏就是行之有年啦，好多人花大把金钱在这种游戏上面，也不是不好，个人是觉得不怎么样。像那个看起来就很像百万亚瑟王，里面前置剧情说你是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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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金金金金金金，砰砰砰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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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然后你就。开始打也是前进前进前一区一区二区三打王噔噔让你重复啊，然后你的卡片决定你的力量，抽到一张神卡哦，爽爽爽，打一下十万哇啊累的只是一个就是一模一样的类型，换个角度再玩而已。真的。看到什么亚瑟王出了一堆，百万扩散性、乖离性，还有三国，微博诶。马雷亚瑟王，不是一顿在玩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没办法了，看到这种游戏就你也没有什么技巧性啊，你的角色能力强就是强啊。转猪的话，我还比较有兴趣一点，至少你妈转的烂，你就是烂啊；转的好，你就强一点点，还可以改变一些世界。没有，这种游戏你强就是强。废物就是废物。
怪异离性，觉得差不多啦，都是卡牌游戏。不过如果你的角色就是玩家是可以主动介入那个世界的话，是还就比较没什么差别。我完全就是放着让他看他打的那种游戏就很无聊。像之前跑过很多啊，昨天的那个什么主攻很有事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反正你屌你就是屌，你又不能介入。刀塔传奇还可以，刀塔传奇就是至少要去按他的必杀技，我就算了。这种游戏现在做很多了，好不好玩见仁见智啊，我真的觉得不怎么样。有人在跳，我要跳。我手机。玩神魔两分钟就觉得是fun game，那我觉得你玩什么东西你都觉得是fun game，两分钟你就可以决定一款游戏的下，就是它的前因后果，或者是看透它的游戏特性，那也是蛮厉害的。还是蛋龙。哎，等一下，应该是陪六探玩吧。所以就先找别的事情做。是说有龙族在这边有人有我的 PAD 的好友吗？如果我最近会开始砍，看到一些不常用的就先砍掉了。有一些加很久，可是我发现我用的实在是很少，像爱猫啊、带型啊，我看到有一些那叫什么苍剑，真的是用不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一看。沉默其实我觉得他不错啊，这表就只是表他抄袭而已，可是他游戏本身其实不错。这游戏抄一抄，妈的还抄得很烂，抄一抄抄的其实不错，就不错。哦，打到一颗蛋龙了，爽！Welcome, welcome, welcome！ 可是我刚刚关台之前，我看到一个人订阅哦，就是一关就发现，哎呦，好像有人订。等一下看一下，然后还有麒麟，可能也会砍掉一些吧。虽然我体面已经麒麟变很少了。价值太低的麒麟应该也会先砍。哎，麒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。
干，就打到一只蛋哦，烂游戏。嗯，这个，ALLEMPTY99，还有刚刚这个，Brain 20405 ，Welcome，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bscribe。So much for your subscribe. Thank you. Dan Kill.穿蛋龙，我硬打，拉两排火红牌看看，哎，真的是不行哎，打不穿，全墙打不穿。有他好像在吃饭吧，吃完饭再玩。哎呀，谁谁？哇，那个是什么裤子啊？这么色、啊，毛都要露出来了。顽强 F 踏实，顽强 F 不知道是哪一件，这么炫。顽强 F 踏实，我记得我以前做过裸体围裙，二G的时候，现在好像做不出来。嗯，好像有厨师屁股还是做得出来的样子。不过素材很麻烦，去打蛇龙，懒得要命。被打完了。
看一下哈，我打了四场啊，打了十二个，哎，里面有两个恶魔蛋龙跟两只大的蛋龙，还可以啊，好久没提了，还可以啊，哎，最近这个对 PAD 的热情比较低啦，北斗出来之前应该都不会想太多。顽强 F 不知道什么东西升上去的，查一下好了。看那个内裤这么变态，有点受不了。顽强 F 应该前身就叫顽强装备。你看，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内裤啊，每一件的内裤都可以看。的黑龙盾蟹的像那个运动，好，麒麟内裤，当时不像现在的版本什么都在露，应该说网络版啊，金刚其实也是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是配金刚，因为它有防御型的，它配那个裸体围裙，就穿成这个类似的样子。修罗也没有肉，也是蛮丑。蛇龙的像牛仔裤，那个时候很多人配起来比较潮，就是穿蛇龙。哦，休闲丝袜，这个不怎么好看，穿内裤。风龙的还可以，有那个绝对领域，一点，不过那是铠甲。神的也勉勉强强会露到一点点屁股，战友的都很丑，战友升上去都还蛮好看的，会升羁绊。个射手啊，射手鞋子这是猎团的，这倒是蛮变态的，穿一点点。沃池啊，非常小，而且超超的。哦，黑狼鸟也有露一点点，很深带状哦。有了湛蓝，大家最喜欢的湛蓝系列，还有深黑系列超变态了，而且我可以做过八个魔人的皇冠。而且你看这个是剑士的，剑士还好，枪手就只剩下一点点，好好笑。收获是白色的，这个是一个系列的，收获湛蓝跟深黑，这个很多本子出过，我就出来玩好了。随便这样，游戏超变态了，屁股。模糊屁股，我还穿过这样出去打，没什么用，防御力太差。先开始，暗黑护腿，那黑心铁，那好像这个系列好像也做过暗黑系列。我记得按这一套也是蛮那个的，露很多暗黑的身体。这个，对，还是露很多。而且对这个应该是通用吧？看一下，对，这个是通用装，穿起来穿好看，这种都是好看用唯一的碎片。这个做得出来其实是很麻烦，要去找搞一堆什么钢尾啊、龙骨啊、黑心铁。这个最靠北了，要收获的硬币哦，那个很难搞。这个还好，深黑系列你只要一直去找家里的那只叫什么吃物猫，上位之后好像都会给你这个某人的皇冠，一次一个啊，八个可以做一套这样，做一件。然后大家都做枪手，因为枪手没有穿衣服，奶会露出来，好变态了。那一套我以前做过就是了，那时候收集了，反正就是收集到很多。
头饰大家都会选那个，选那个剑士头，枪手是这个，因为枪手的是短发，喜欢短发的人并不多、啊，大家都会选剑士头，然后配枪手的一套衣服，这样变得很变态。来，接个 SK 啊。喂，有听到吗？啊！我在看内裤。你看你角色的。没有，我在看那个内裤。喂。喂。嗨。请问你找谁？你播的。喂！啊，我在吃饭。我有鬼瓶铁，你吃啊，不急啊。你开了吗？还没。你要打什么？不是随便打。你可以陪我打金狮子吗？可以啊。你要黄金毛？对啊，我要做酱猪啊。恶心！哎呦，这一套哎，天地之书。看到这一套有点怀念起。我断线了。因为你这个废物，干！等一下，我断线了，我要重连。天啊，光荣战士鞋，工会大奖章，不知道是哪小。记得这一套以前还蛮好看的，它也是露内裤。你就买兔子装不就有了？真的，干就好想买啊！受不了，1600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。我觉得就只有那个裤子值个几个钱而已。应该说那一件大眼龙，应该说就那一套服装值个几个钱，武器不怎么样。神乐，因为想要做那个响狼装一整套，记得响狼装一整套也蛮漂亮，是很巫女的样子。Mikonas。看不到顽强，你 SR 400没啊？还没，先升级310级吧，就已经没在练，并没有说这么想要冲。你今天不是还跟我说想要冲？来，还是一阵一阵。我穿过去你那，但断线。聊者系列，这个记得。女店员制服啊啊，小短裙。4年前我做过这一套。Dim， 搞定的意思。SP 就没有。哇，没有，我没看到什么顽强哎，哇，那个顽强哪里来？就是那还用说吗？当然啦，那个当然啦，那个原本他广东话就是讲顶嘛。好家，好家，我好丑。你还饿吗？还好，你不吃了？不吧。你把肉吃一吃。话说你们好的话，我就开任务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因为我都没看到你们在看板上边呢。帮我拿手把。强是特点装备，是啊。被我拔掉了。崩。好崩。被 HP 接走了，我在他包里。好崩。好崩。
好吧吧，好吧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吧。铺蜘蛛除了冒险，叫什么出发装置以外，还有个屁用？你就直接丢到袋子里吗？对啊。笔者猫。没有吗？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扩增我的牧场？有完成点数哦。爱路广场，扩建爱路广场。是，被甩到地上了。扩建冒险屋。冒险屋，先不要好，浪费钱。你们接了？任务我没开啊，还没啊。哦，等一下哦，这里接把手。那我要穿我新做的装去打。要打什么？要打什么？金狮。金狮啊，这么来劲儿。来劲儿。劲儿。做了一套枪手装来用。应该不会说斗兽全套吧？类似，改了一点东西而已。你竟然会改东西？干，你现在妈是不是把我当白痴啊？没有啊。干，你死定了，不管你死定了。我以为你真的会穿全套欸，看你死定了你。在干嘛？不要再打金狮子阴我，拜托。这一套应该是阴不到人。我可以打每日嘞，然后去打个那个炎龙变种，打高了。要不要开密码？你吗？不然你先去加我的那个啊，加我的猎团。猎团？对啊。要怎么加？到猎团柜台找那个猎团申请就可以了。先开一下猎团的申请。那不是还可以上传那个片？猎团柜台在哪？在那个美容院的路上。猎团，快点！我在找啊，根本找不到。往那个美容院的路上是吗？很困难呀、啊。我在找美容院呢、啊。天哪、啊！